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欧拉。好，来玩太宰治，囚徒的太宰治，非常的帅气的太宰治，一直想跟人家殉情的太宰治。好，接下来是我方阵容：杂技演员、调香师、医生、囚徒、盲女、咒师、哭泣小丑、一个昆虫学者。好，连接一下。好，来破译吧。太宰治就是，不是，应该是囚徒才对。囚徒本身就是要归起来破译吧？是不是？应该不是六鬼位吧？破译位吧？还有调控整个大局，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OK， 这是谁？杂技。好，一起来破译吧。这样连结的话呢，楼梯也不是楼梯，对不起，走到那里的话呢，不是最危险的机台嘛，所以完全可以控制其他机台去破译那台机台。所以我觉得囚徒真的很厉害，囚徒应该是优先被解决掉的男人吧？是吧？好，一个是伊塔库亚，然后另一个是谁？医生好像有点危险，可能好像是双打。好了 ，OK， 一个是跳跳鸟。他们是站在一起耶，所以是双打没有错了。哦，配合的不错哦。一个风，一个鸟，鸟加上风，这个感觉就是有 buff 的感觉啊。鸟乘风飞翔，哎，速度更快了吧？是不是？真会联想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呢，这个破位的速度呢有点慢，被踩掉了。在这里而已耶，是不是要过来了？等一下，应该不是针对我吧？看到我了吗？他看到我了吗？被杂技吸引到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太棒了。他对杂技应该是错误的吧？因为毕竟杂技不会调控啊。他可以蛮适合六鬼的。你怎么活着回来了？不是，你怎么顺利回来了？真是欣慰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现在把这两台破译掉了，刚那台破译掉，现在破译掉这台 ，OK， 又可以连接。等一下，是不是有人受伤？杂技是不是受伤？等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。这两台好了，这台跟这台 ，OK， 杂技嘞，走掉了吗？看我犹豫太久了吗？没有，我其实在思考，好吗？好，这边也可以破译，这边也可以连接外面监管在外面，我再看一下好了，看怎么连接会好一点。盲女，稍救一下。本来想买加速剂的，但是看到盲女被追，不行了，直接不忍。我们直接要救盲女。好，有办法救到吗？可能是不太妙。可以啦，枪开到鸟，突然间那个鸟干嘛啦？搅局他挡得太好了吧，真挡我的枪。可恶，太过分，太过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不仅救不到人，而且自己也很危险。完蛋了，我曝光了。这个世界上能脱我衣服的人并不多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其中之一。好，我先上去了，先上去了。上面有谁啊？哭泣小丑在上面。他应该先躲起来的。好，这样的话他应该只会针对我而已。OK， 走了，先走了，赶快走了。这边有车好，等我一下好像有三个人，是不是？加上我，刚好有一个医生可以帮我们全部摸回来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谢谢哦。我先摸一下杂技好了。杂技你还活着啊？不是，你还在这里啊？还不错对，就觉得还不错。我找不到什么好的形容词。好 ，OK， 再连接一下，先连接再说，不要浪费。好，目前只飞掉一个盲女，盲女立刻飞，没办法，盲女就是一个很容易被针对的角色，而且被针对之后呢，通常是会咬着不放，因为就是你知道破译担当嘛。好，被摸了，然后尽管过来就坐车走，完美，有没有这么完美？但15尽管没有过来。OK， 全部满血复活。昆虫学者也倒了，好，有些人是这样，就是倒掉之后会讲对不起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想跟你们讲说，那些会讲对不起的人，我想跟你们讲一下，就是不用觉得对不起，因为该对不起的是监管，他干嘛打人呢？是不是？他不打人，你也不会倒，你也不会受伤，你就不用讲对不起了。所以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监管，所以呢，是监管要跟我们讲对不起。是吗？这样子推理很合理吧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破译这台吧，
跟杂技在一起破译。哎，杂技你怎么还在这里呀？怎么会一直在这里？我们现在先连接一下好了，不要浪费，只有两台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来了！可恶，先跑掉，我承担不起这个风险，毕竟我是核心人物。核心人物被吸啦！等一下，完蛋，完蛋，完蛋！等一下，又脱衣服，又脱衣服，又脱。你是第二个脱衣服的男人。好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跑进去，他就会怕了。就想说，哎、欸，跑进去这么灵活，就不会深追了。没有，并没有，还是追了。躲一下，躲一下，压个路径，有压到吗？有压到吗？没压到。持续发现我，不要这样哦，我有球，我可以跑哦。虽然说这个球的感觉外观不是很完整，应该是说已经破破烂烂了。哎呦，按一下，按一下。咒术如果说回溯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回溯，然后按那一下就很完美了，就整个就是完美在接，完美接刀，但是并没有。对，看来我还是太高估友情这件事情了。好吧，我被抓了。然后呢，波机还有两台，对。未完成的遗憾，哎、欸，基本上那两台我是把它想办法连接在一起，然后让人家去破译一个就可以了。你看，现在医生在破译，如果连接到那一台的话，应该是，我觉得这局不容乐观嘞、欸，因为毕竟好像倒的倒，飞的飞，好，医生被抓了，有点危险。哎、欸，飞了、欸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局可能又不会赢了。我刚才讲了又。对，又不会赢了。最近很常输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很难赢哎、欸。好 ，OK， 哎、欸，没有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是有赢的，还是有赢的。对，也、欸、没有常输啦。好 ，OK， 哎、欸，杂技，你居然会救我，意外哦、欸。你看，这都快破译完啦，这压了吧？又解掉一台了，还有两台都已经是几乎是快满的状态啦。随便找一台破译刀应该破译得掉吧。好，现在哭泣小丑在摸我。哎、欸，礼尚往来，基本上这种情况呢，就是他摸我一次，我要摸他一次，要不然我觉得这样不公平。对，而且遇到监管的话呢，他就会秒倒，所以他摸完我之后呢，我就要礼尚往来的压他，霸气。哎、欸，他回了一次吗？对，那再摸回来一次好了，还是得全摸完嘛。红眼睛嘛，没办法、啊，不然怎么挨两刀？是不是？好，调香师倒地，目前飞到三个人，有点危险哎、欸，真的是挺危险的，感觉会输，真的感觉不会赢了。好，调香师在倒数，然后哎、欸，传送的声音，哎、欸，那个在干嘛？在车上吗？他在车上吗？哎、欸，是在车上，随时准备好发车的状态了。啊，他确实是发车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补个道具好了。好，哎、欸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是不是来了？是不是来了？哎、欸，只吸我，为什么？明明里面有人在打电话。那针对我、欸，哎啊，没有，针对哭泣小丑了，回溯掉了。那我要趁乱逃跑了，我刚趁乱逃跑，好恐怖哦！先走了。啊，我现在身受重伤，哎，怎么办？这买什么东西回啊？买个什么东西回嘞？难道多夫林喝到饱吗？还是干脆就是遥控器？再来个怀表，是不是？好，可以拉到这个位置好了。大门口很容易被针对，所以我们只要在这个位置呢。轻松的回去，哎、欸，地窖口在那里耶，地窖口在那个位置而已耶，我现在没办法救人了，我现在只能自己先治疗了，身受重伤，全被抓光，只剩我一个人心慌慌，完了，来了，是不是来了？他快发现我了，嗨，他没发现我，哎、欸，他发现我了，好吧，要被你发现，那我想办法，来了，怀表。我来找地窖，虽然说地窖距离我还有一段距离，
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找不到了。不要再吸我啦！完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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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蛋了！怀表没了，他过来再吸我就吸得到了，死定了！还有一段距离，到不了的距离，这是个到不了的距离，各位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最后是脱衣服，最后是脱衣服，不要，你不要这样对我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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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啊！被捉到了，干得好，两位。托您的福，托你们的福呢，我可以下班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还鞭尸啊，没品！哎、欸，不要这样，冷静一点。